有请校长、副校长以及各位班主任陪同嘉宾入席。
家教董事长林义龙吉兄，本教家教协会主席李诗贤先生，本教校长王彩薇校长，本教前任副校长艾佩君校长，本教林书杰副校长，还有陈珊珊副校长，各位老师以及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也就是前几一届的毕业生，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早上的班委司仪张雪玲老师，我是马思叶老师，欢迎各位抽空出席本校第64届毕业典礼。我们带着满怀的希望，我们带着美好的憧憬，我们带着相聚的欣喜，我们带着离别的记忆。今天我们克服疫情肆虐的当下，积极一堂共度这个美好的和解难忘的早晨。2月23日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今天我们为本校105名小留生特别设了这个简单又庄严的毕业典礼。他们将在明天后正式结束他们在吉华爱校的小学生涯，步入各自的中学殿堂。与此同时，我们也将颁发校内和校外比赛成绩优异以及在课外活动有杰出表现的奖项，以表扬在这两方面有卓越表现的优秀学生。拉开序幕，大会恭请本校董事长林义龙吉兄上台致辞。校协主席、校长、副校长、各位老师以及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今天很荣幸受邀出席暨华爱校第64届毕业典礼暨颁奖典礼，并且有机会在这里给大家唱上几句话。2020年疫情仍在未从我们身边离去，疫情的肆虐导致今年的我们依然心常态的面对生活，而这心常态同时也限制了学校许许多多活动的进行，其中包括毕业典礼。然而校方依然坚持为毕业生们举办的毕业典礼，还是为了具体特色的打卡的，好像孩子们在母校里留下了点滴的印记。老师们的用心，相信孩子们都感受到。今年校刊标题触碰，对我来说是作为这些曝光。我们常说危机就是转机，而这转机必须是运用正确的思维来作为导向。疫情的毁坏同时体现呢，也创造了许多的新事物。随着居家学习的落实，教育起了巨大的转型。然而这转型在本校我们看见了它做事效益，在本校
我们看到了他的罗斯建议，我身为理事长只能竖起拇指说真棒，孩子们，小学毕业并非学习一道重点，它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休息站，学一学，脚再继续攀爬高峰，前路需要你自身的积极正向心态，一步一脚印的去开拓。只要肯努力，物种坚定，物存侥幸心理，必会给出属于自己的一个美丽的天空。教育是树宏伟事业，我感谢本校董家协团队本周爱校的理念，积极地与校方传递的配合以及鼎力相助，让清华爱校继续在登顶的路上积极的前进。最后，我仅代表清华爱校董事部与全体同仁，以下的祝福语，与全体六年级毕业生共勉，知识与品德将会带领着你到达目的地。今日不忘母校教育，来自母校引以为傲。谢谢大家。接着，那位恭请本校家教协会主席李思贤先生致辞。尊敬的本校董事长林玉龙先生、王彩薇校长、副校长、各位老师及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毕业生离别近在时刻，即使大家有万分的不舍，分道扬镳，在所难免。我们庆幸校方为同学们举办的这一场简单既隆重的毕业典礼，好让同学们离别依依，化别离。虽然我不上任不久，但对于校长及老师为学校、为学生所做出的贡献，我都看在眼里，心里是满满的感动。2021年对大家而言是极具挑战而充满考验的一年，尽管在严峻的疫情笼罩下面临种种的挑战，不管是董家协成员、教师、校长还是学生，大家都扮好自己的角色，让所有人都在冰糖麦下的大小事务都能顺顺利利的进行。近年来吉华爱校在各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家长们对吉华爱校的办学理念充满了信心，他们相信吉华爱校能培养出高思维、高素质、有责任感又有华中文化传承的优秀学生。我在此代表所有的家长向全体吉华爱校的教师致以万分分的感谢，没有教师的默默耕耘、无怨无悔、不求回报的付出，真的有今天吉华爱校的辉煌成就。
这里在调的是那个学子，不即是将毕业的或者仍在求学的，你们都应该称年轻积极学子，是追求学问为己家，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才能确保自己将来才不会被社会淘汰。要知道黑马不知勤学长，白首方悔读书迟。除此之外，学生也应该当饮水思源，回馈社会。最重要是提拔代表毕业出去的学生，必须品学兼优，思想成熟，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民族的接班人。最后，我祝愿即将毕业的学生鹏程万里，达到属于你们的一片天空，绘出缤纷灿烂的彩虹，让我们为你而感到骄傲。最后，祝愿全体老师及学生健康、平安、喜乐。谢谢大家。大会恭请本校校长马彩薇校长上台致辞，有请马校长。本校尊敬的董事长林玉龙居生，本校家教主席李思贤先生，嘉宾戴佩君校长、副校长、老师及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早上好。今天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我恭喜在座的毕业生以六年努力圆满地完成了小学生涯，六年的小学生活已匆匆而过，离别的钟声就要响起，回望往事，新冠肺炎疫情之前，老师的心中铭刻着你们童年的风采，你们在教室里发奋苦读的身影，运动场上龙腾虎跃的英姿，让大家无可忘怀。但这两年来，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所有人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都必须重新调整。学校方面，不论是在教学活动或是课外活动的方式，也都做了很大的改变。学习上，老师鼓励和引导同学们突破固定的思维模式，激发自己的潜能，寻求成就上的突破。欣慰的是，这两年许多同学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STEM领域方面呢，都有令人惊艳的表现，可贺可喜。同学们，疫情之下的生活确实会带给大家极大的压力，但请不要屈服，不要逃避，不要寻找借口推脱作为学生你们应该负起的责任，不要寻找各种的懈怠逃学的理由，因为学习不是为了其
开的，而是为了你自己。同学们，小学只是人生漫长的学习生涯里的其中一个转战点，母校为你们奠定了人生基石，而你们也以自己美丽的年华为母校增添了迷人的光彩。六年来，你们刻苦学习，发奋了努力，完善了人格，丰富了知识，锻炼了体魄，增长了才干，度过了人生最美、最关键也最难忘的时期。在此，我代表学校的老师、董家协成员，恭喜你们毕业了。未来的日子，希望同学们依旧以毕业的双心迎接未来的挑战，不断突破困境，创造无限可能。不管身在何处，爱校永远是你们的家，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一段师生缘，一生师生情，有了你，有了我，爱校才更精彩。最后祝愿同学们前程似锦，幸福安康。校长，你以下一段话和同学们共勉之。我以平和心情看待生活与学习，我以开阔的胸怀对人宽容和尊重，我对事情的发生怀着理解的心态，我不走捷径，我不怕弯路，因为我坚信没有任何努力会徒然，没有任何道路会白走。不论是顺境逆境，不论是成败挫折，不停地突破自我，既是人生的财富。谢谢。谢谢王校长。接着是颁发毕业证书的环节，大会恭请五位颁奖人一起上台主持颁奖仪式。有请本校董事长林玉荣先生，本校家教协会主席李思贤先生，本校校长彭彩薇校长，本校前任副校长戴佩君校长和本校李淑贤副校长上台。各位毕业生接领过的毕业证书之后，这也意味着你们在本校六年的将画下美丽的句点。接下来，大会恭请毕业生上台。我们由六班开始。第一位，朱庆安同学；陈瑞妍同学；谢凯明同学。庄泽庆同学，钟英柔同学，陈俊佑同学，徐芷豪同学，林芷瑶同学及卢树金同学。
学，王天俊同学，王静彤同学，温馨慧同学，潘纳达同学，陈俊熙同学，陈俊吉同学，陈丽燕同学，戴静彤同学，陈燕佑同学，以及陈宇杰同学。紧接着是来自六皇湾的欧阳笃定同学、陈嘉庭同学、陈泽龙同学、陈玄琴同学、王心如同学、接着是邱思倩同学、郭玉轩同学、刘伟恩同学、
刘伟轩同学，刘元勋同学，李嘉健同学，李宇恒同学，林环飞同学，林先志同学，吴慧婷同学，王敏哲同学，农如一曼同学，汤倩文同学，王嘉伟同学，王全光同学，叶新恒同学。接下来是来自六兰班的毕业生陈一鸣同学、刘明觉同学、陈俊泰同学、陈田恩同学、郑伟颖同学、郑伟明同学、许轩礼同学、艾丽莎同学、吴成乐同学、刘逸文同学、李延飞同学以及
恩惠同学。杨晨曦同学，紧接着的是六七八的谢炳宏同学，钟瑞阳同学，徐玉红同学，黎俊健同学，接着是程子诺同学、李妙谦同学、林子伦同学、朱昭静同学、陈炳明同学。王伟俊同学、石嘉玲同学、叶敏轩同学以及叶义亨同学，谢谢在台上颁发证书的诸位。2128的款项现捐于母校，以回馈及感激母校对他们过去6年来的细心栽培。
谢谢所有的毕业班同学。
第五位是黄建孔同学，来自六班。他在校内华语演讲比赛获得季军，恭喜黄同学。比赛亚军，英语比试赛亚军，线上国语
赛进军，我们现在阅读之鉴读比赛亚军，恭喜关同学。第四位是刘庸同学，来自英皇班，他获得一年级英语歌唱比赛冠军，线上国语诗歌朗诵比赛冠军，我们线上阅读的鉴读比赛冠军，以及 SU 之星线上比赛第一年组优异奖，恭喜刘庸同学。接着是刘瑞山同学，来自二南班，他获得二年级线上国语讲故事比赛进军，二年级线上国语诗歌朗诵比赛亚军，爱笑之星线上比赛第一年组冠军，恭喜刘同学。董事长林玉龙居生上台颁发本年度课外活动表现优异奖，大会也感恩董事长报效这一项奖项。第一位获得课外活动表现优异奖的同学是来自应红班的黄俊彤同学，他在本丹丁亚的班达利迪斯拉周赛及本丹丁亚 ESD Jameson of Aerobic 周赛获得亚军。本丹丁亚的马哈拉斯盖亚 SSK Sejara Adastania 的国语部都不三度 Gymnastic 博尔迪拉玛周赛中四项环节获得优异的成绩。他在 Green Junior Mola 环节中获得亚军。Green Junior Sanama Landai Green Junior Gelo Green Junior Blandai三项环节中都获得冠军，同时他也是这四项环节中的总冠军。此外，他在校内课外活动中也获奖无数。他在五年级线上华语演讲比赛获得亚军，华文线上阅读之鉴读比赛及球类运动嘉年华线上创立体能运动比赛获得冠军。校内收春节之感动的瞬间创意视频制作比赛及实验国最棒比赛中获得亚军。他在校内双亲节春感动的瞬间创意摄影比赛、SL 之星线上比赛、球类运动嘉年华线上双脚跳绳比赛及线上交替换脚跳绳比赛中全获季军，恭喜你，王同学。第二位来自四红班的庄主要，他在 2021 Asia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Trial 国赛获得铜奖。 2021 Singapore and Asian Schools Math Olympiad 国赛铜奖。 2021 Asia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Final 国际赛获得铜奖。 2021 Vanuatu State Junior State Boarding 周赛冠军 Eurasian Spelling Bee 2021 Final 国际赛获得金奖。 Tada Microbic Online Quiz Competitions 2021 周赛获得季军。 Pertandingan Junior Stanford Challenge Sekolah Rendah 国赛获得季军。 2021 Asian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Olympiad 国际赛获得金奖。 2021 Asian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Olympiad 周赛获得银奖。 The Mona Lisa Competitions 2021 First Online Quiz in Camp Primary School 2021周赛获得冠军，同时他也在校内五年级英语笔试赛获得冠军，华文线上阅读之鉴读比赛、球类运动嘉年华线上官方技能比赛中都获得冠军。校内双亲节之感
感动的瞬间，创意食品制作比赛获得亚军及实验火炬棒比赛中获得季军。你的确很棒，恭喜你庄主到直播。第三位获得董事长到校的课外活动表现优异奖是来自令黄班的潘启文，他在《丹尼亚诺万拉和维斯马拉的高尔夫球赛》获得季军。我们彼此相连，国际狮子会和平海盗比赛周赛获得冠军，国际赛则获得单位奖。同时，他也在校内的六年级绘画比赛获得季军。校内双星杰出感动的瞬间创意摄影比赛获得冠军，华文线上阅读之建筑比赛获得亚军，体育运动嘉年华线上创意体能比赛获得亚军，及制服管理体位的线上常识问答比赛获得殿军。恭喜你潘同学。Yeah.
此外，他也获得校内的这个制服团体跆拳道线上强师和挡赛冠军，球类运动嘉年华线上比赛，那高年级男子组的四项比赛，那就是交替换脚跳绳比赛冠军，篮球技能比赛冠军，双脚跳绳比赛亚军，乒乓技能比赛殿军，恭喜整个组。哎，同学们，我们的李同学，那个沈同学为模范，多多向他学习。谢谢王彩薇校长。接着是播放毕业生专辑视频环节。这个视频是由李幼弟老师和黄慧芬老师所用心制作，里边记载了毕业生在母校参与活动的点点滴滴，留下了毕业生满满的美好回忆，请大家慢慢观赏，细细品味。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想起某个好久不见老朋友，记忆跟着感觉慢慢变鲜活，染红的山坡，道别的路口，青春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剩一片感动在心窝。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纪念的事情不多，至少还有这段回忆更深刻。是否远方的你有同样感受？成长的坎坷，分享的片刻，当我又再唱起你写下的歌，仿佛又回到那时候。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几度花开花落，有时快乐，有时落寞，很欣慰生命某段时刻曾一起度过。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给我最珍惜的朋友。
没有停歇的循循善诱，善解与包容。
我轻轻地踏出时钟，下一刻的同学们，在这段反复停课停学的艰难日子中，你们终于毕业了。各位，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离开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重逢。毕业就是这样离别，离开校园，走向新的人生，大步向前。Yeah.
没有人能够忘记记忆中的每一个你。啊，各位，今天的毕业典礼及颁奖仪式终于告一段落。那我们为这一群即将离开母校的毕业生，再次的送上最真、最深厚的祝福。祝福你们未来的日子过得更好。那再次的谢谢董事长、教协主席、范校长抽空出席本年度的毕业典礼，感恩全体老师、各位毕业典礼工委，让大家安心参与盛会。也祝贺在各项学艺竞赛中获奖的同学。同时，我们祝福所有毕业生离开母校后，能在学习的浩瀚大海中继续扬帆起航，前程似锦。最后，大会恭请校长以及副校长先引领嘉宾离席。然后也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回再见。